代表全国与九万个饮食服务同业的加拿大餐馆协会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巴克莱于周一向特鲁多发出展望未来的公开信时呼吁，联邦政府需对餐饮业提供进一步援助，确保餐馆有能力经营下去，并为加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称，随着季节转冷、露天茶座结束、消费者行为调整，餐饮业将再次经历生意起伏。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本国饮食行业失去百分之二十工作岗位。 在封城抗疫措施实行首六周内，餐饮业失去工作岗位数目，甚至多于在二零零八到二零零九年经济衰退期间整个家国经济损失的就业职位数目。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与今年二月份比较，目前餐饮服务业工作岗位少了二十六万个工作岗位，没有其他行业，现实仍面对如此恶劣的情况。巴克莱引述加拿大餐馆协会估计，今年本国餐饮服务业总销售额可能会下降近一半，与二零一九年相比，损失四百四十八亿元。受疫情影响，约百分之十餐饮服务企业已经永久结业，仍在经营的同业中，大多数依然承。受。 受亏损，巴克莱促请总理特鲁多在即将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明确表达支持本国餐饮服务业的意愿，并建议联邦采纳一些具体措施。协会提议联邦政府延续和修改多项现行支援企业项目，包括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计划、加拿大紧急商业租金援助计划及加拿大紧急企业账户计划。协会也建议联邦政府可做仿效英国政府上月初推行的 Eat Out to Help Out 计划。 在本国实施类似项目，直接刺激国民在饮食业的消费。据悉，英国政府早前拨款五亿英镑推出 “Eat Out to Help Out” 计划，英国民众到餐厅堂食可享半价优惠，最高资助每餐十英镑（约十七加元）。优惠适用于八月的逢星期一至三，使用次数不限。计划有超过八万五千家餐厅登记参加。 民众反应也非常热闹，两星期卖出三万五千万份餐。根据英国订餐厅网站 OpenTable 统计，比上年同期多百分之二十七，食客光顾。